小乐乐有没有的？陈小乐有没有的？对，啊，昨天小乐就有说要找妈妈，就问他有问，就是，哎，我不想讲这个，他可能不晓得，毕竟还四岁啊，不晓得死掉的意思，可能以后是真的见不到了这样，真的那种。比较正式的，然后希望他会喜欢，会帮他换。那个对他有什么特别意义？比较正式的，然后希望他会喜欢，会帮他换。那个对他有什么特别意义？还是就是他因为他的朋友好像有梦到他吧？对，然后梦到他穿白色的衣服。小乐乐有梦到他，陈小乐有梦到他，对。就是帮他换衣服而已，他现在是有，已经本来有换一件新的衣服，他带去医院的，就还没有穿过的，对啊。两个小朋友会要找妈妈。啊，昨天小乐就有说要找妈妈，就问他有问，就是，哎呀，我不想讲这个。那你们怎么跟他说？妈妈就是叫他一直要乖啊，妈妈在天上会看着他。就没有告诉他。妈妈有跟他讲了，可是他就是真的似懂非懂，他可能不晓得，毕竟还四岁嘛，没有的死掉的意思。可能以后是真的见不到了，这样。礼拜六的时候会开放下午2点到5点的时段，然后给粉丝就是进场这样。希望喜欢二姐的朋友，然后还有想念她的朋友们，可以来这边跟她致意一下，看看她。流程大致上都已经跑得差不多了，就是前面会做一个基督教仪式的。祷告，然后唱诗歌这样，然后应该是我会上去讲一下二姐，就是生前的，就是一些事情这样，对，大概我不会唱歌，我不会唱歌，对，应该是由牧师那他们那边来有圣唱圣歌这样，因为他们有那个办这个仪式嘛。